统重新激活，总能源洛宾河连接成功。不是说好了五年吗？师尊，好久不见了。事是假，戏中人非真，局外客需早抽身，却奈何功亏一篑输真心。动画穿书自救指南仙盟篇，根据墨香铜锈原作小说改编，企鹅影视出品，贺之海动漫制作，腾讯视频独家播出。自救路漫漫，但在神秘莫测的未来世界，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等待着我们。